视频拍摄于2018年11月，为什么这么久才出呢？因为要赚钱。现在呢，就是要去找这位好朋友的路上了。哇塞，帅哥来的！哎呦呦呦，这！你跟大家先介绍一下自己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宇哲，在台湾住了大概快要2年多吧。但是你是新加坡人吗？我是新加坡人，对，新加坡人，就是现在就在台湾做一些音乐制作比较多，就是写了一些歌曲，上一些节目啊，然后拍一些剧这样子。对对对对。你经历过，你觉得最难忘的是？如果说近期的话，其实就是去年写的一首歌叫《妮妮》。啊，哎，这首歌很红哎。啊，没有，这个很幸运。这首歌很红哎，我在台湾当交换学生的时候写的那首歌。哇塞，交换学生是你二十？我今年13呐，所以我应该是。刚好有一间公司在找主播，这间公司就是那对夫妻的经纪公司，所以那天我在直播的时候，他们就刚好在我前面，看到他们的互动就很感动，开始想家、想家人什么。当场我就写了一个主歌，那主歌就是妮妮的主歌。我说你的故事其实跟我非常像，因为那时候就是也是一样，我拿了我的那个 demo 的 CD， 跑了台北的20多家啦。哇，唱片公司那时候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签新人，然后去到前台，然后你看啊，我是新人，然后我希望啊，这边有几首我新做的歌，希望你可以给你们制作人听一下。他们给你的反应就是，哦 ，OK， 我会把它拿给我的制作人听的啊。然后你的 CD 呢就永远都不见了，对对。就是因为你写了你那首歌之后，是那首歌让你对接下来的音乐的这个路程更有信心吗？就是算他就开了那条路，他开了你的门。因为你那首歌真的是几乎在台湾真的是红遍大街小巷，不用他说，我帮他说，所以整张专辑都是你制作的。对。天才，不要开玩笑。回来到新加坡，你接下来的打算会是什么？我之后还是会回台湾，回去。对对对，可是我觉得在那边说真的，有时候会寂寞。寂寞没有找个女朋友。你不要很难啊，太忙。台湾的女生很棒，好吗？我老婆是台湾人。然后就回来新加坡，就是想要好好休息一下，然后放松充电一下，认识一些新朋友，对不对？玩一些新的音乐。是我们在写歌的时候啊，有没有什么一些小的窍门或者技巧？对，你可以教大家。我之前在台湾的时候，有一个歌手跟乐团的一个团员，他叫阿庆 ，FIR 的阿庆。阿庆老师。对， okay, 我就跟他上课。然后那时候他其实有教我们他写歌的一个方式。OK，Melody 有四种，一种 Melody 就是上坡型 ，OK， 就好像他写。我们的爱，它就是哒哒哒哒，它就往上的。这种歌几乎都是比较激昂、开心的歌。OK， 然后有些是可能往下的，就是频率比较伤心一点。第三种是平音，就是 rap 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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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第四种是上下坡型，就一直这样。对。所以就把歌曲呢看成像是有一个形状。对。然后你就用那个形状来尽量去组织你的旋律。对。这种感觉是不是学到赚到了？赚到了！哎呀，这集看这点就够了。讲到这样，很厉害，对不对 ？Challenge time！ 你不要厉害我吧？形状对不对？形状啊，来，我们今天玩这个呢。形状，我画一个形状给你，你照着那个形状写，你觉得你可以不可以？试试看，可以试试看。真的假的 ？OK，Anyway， 我们准备了两副歌词，其实一模一样的啦，就是要考我跟你同时啦，所以可以读给大家听一下。考试考不好，同桌坐不好，光阴不是箭，日月不如梭。不如说，功课全靠抄，不然就不教。上学等放学，放学就过年。所以我们今天的挑战就是要用着这样的词，试着用我们所谓那个形状来写写看。哇，这是有难度的哦。来，我先画一个形状给你。你看他画圈圈的，这怎么写啦？你就发挥你的创意嘛，好不好？到我来到你，哎、欸，我不应该我先画，我应该让他先画。哎呀 ，OK， 我们第一次要第一次认识就要不是第一次就要逼死对方，这就对了啦。对。OK， 话不多说 ，Let's go。考试考不好，同桌做不好，光阴不是箭，日月不。哎，你弹什么 key 啊 ？D sharp。你已经好了、啊？哇塞，你这么快！
所以呢，在刚刚短短的15分钟，其实他没有啦，他花了5分钟而已啦。天才是不是？好了，那你直接啦，好不好？给大家听一下，欣赏一下这个什么？告诉搞不好，动作做不好。我的功课全搞错，不然就别教。一年又一年，只恨一缠绵。会不会今天这个 episode 出了之后，以后我的歌唱事业就完全爆红？没爆红，再调整。对，这个是完全跟着他的那个符啦。就我这个版本，就是其实看那个形状之后，其实它就是很普通的一个 melody 啊。所以我觉得 OK 了，尽量。考试考不好，同桌做不好，光阴不时间，日月一步无所，功课一科之前考，不然就已经补交，上台的放学依旧过年，一年又一年，此一恨很严，天意一雨茫茫，作文纸上空四行，天天上学愁更愁，老师讲课不低头，听得我像个梦游，此次平平无理由，考试考不好。哇，真的是，其实真的是一个蛮好写歌的一个方法。我们现在有些在学习写歌的朋友们，我们可以去想一下哪一些歌来听，然后把它 break it down， 对 ，different 上下，然后再从那边呢，再去把这首歌慢慢的演变出来。OK， 好，我们这一集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包子，我是宇哲，月是下次见，拜拜。音乐这条路，我们一直都在走，秉持的就是那一股热爱和不愿放弃。和宇哲这一集拖了这么久才出，中间其实经历了很多事。回看我们当初的片段，还是能感受当初那种因为音乐而单纯的快乐。月是，希望还能再和你们相见。